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文文。今天呢，来教大家一下怎么去取舍吧，可以这么说。那我现在绣的地方，这里是比较少绣布的。像我如果从前面开始卷，就很多，不好拿，是吧？那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反过来。就把绣布这样子翻过来，就可以只拿这一点点了。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十字绣方面的一些细节，告诉大家。有一些朋友说我不会调绣，怎么办？不会调绣呢，其实是完全靠练的，我觉得。毕竟都是学的一个过程嘛，就学到老，活到老，学到老嘛，对吧？那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，我的线拧紧了怎么办？在这个时候穿针过来，就直接去反方向的转这根针就可以了。其实想要调绣绣的好看，有一些细节是在里面的，比如像现在呢，我就是这样子拿针的，这样子它就不容易跑针，因为调绣呢，如果有调绣过的朋友，其实应该都知道，如果你不这样子拿针的话，绣出来的它是不好看的。它虽然会快一点，但是它绣出来的真的是挺丑的。如果是刚就是那种纯新手的话呢，就是如果你是纯新手的话呢，就可以先从小幅的开始去绣。可以培养你的一个耐心。其实我觉得绣十字绣最重要的不就是耐心嘛，对吧？得先培养好。你从小幅开始绣，也可以避免如果你坚持不下去了，也不会浪费。小幅的呢，就像抱枕那些，你不绣也没关系，是吧？你也是照样可以拿来当抱枕的，像这种大幅的，你不绣的话呢，其实放在那也就是攒灰了，对吧？我现在呢，其实就是在一根绣完再一根这样子。如果朋友们遇到在十字绣方面不懂的技巧，也可以与我在评论区下面一起讨论哦。因为有时候我讲的过程中，可能会有一些细节会遗漏掉。最重要的就是左手拿住绣布，然后十字再抵住你，边绣一个十字边走一个。主要的呢，我觉得就是可以去买一下那个德珍。哦，我不是在推广哈，我只是在告诉你们，就是。德珍是会真的比他送给你的针会好用很多，就是在调绣过程中啊，也不会那么的伤手。就是普通的针呢，它是比较的尖锐的，就有点容易会扎到手吧，这一种就不会，因为它是比较的钝的那一种，它也比较顺滑，比较好调一点。它也会比较耐用。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啦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